要排，宿舍开心啊！快到了，好了，来开场，我们今天要讲话，要开宿舍开箱，对。今天就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宿舍长怎样，然后这是我的室友 Cindy， 她在吃薯条啊，薯条。从电梯出来呢，就是小白板，上面会写一些生活公约之类的东西，然后那边是楼梯，来看一下楼梯，但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走，对吧？因为八楼真的太高了，所以我们就走楼梯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就搭电梯。然后呢，这里是 B 区，男宿跟女宿呢，分别都有 A、B、C 三区哦。啊，可以看到对面那边是男宿，对吧？那边是男宿。101跨年可以在这边看烟火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操场，那边有。那是网球场、篮球场，然后还有排球场。啊，我们学校是在，就是过那个桥，那边就是我们学校。来介绍我住的 C 区，这边是 C 区的交易厅，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 B 区，以及这边有一台饮水机，然后有灭火器、桌子、镜子，还有捕蚊灯。窗户往外看，对面还有一些豪宅，底下有一堆树。C 区的话呢，就比较小。OK， 现在来郑重介绍我们房间。Open， 哇哇哇！郑重介绍我们房间格局，我们是四人房。哎，这边一样也看得到操场啊，那边是101。哎，那边，好，随便。衣柜呢，就是很多衣服。然后呢，我自己是有买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它可以放三层衣服。然后还有这个酷衣架 ，IKEA 买的酷衣架。我们今天就有我们的模范生室友 Cindy 小姐 ，Hello， 来介绍她的位置，因为她位置最整洁啊，我的就有点小乱。所以呢，先从你的开始。虽然呢，他现在在吃薯条，不过他还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来，开始。这边有三个插头可以插，然后这个灯，书桌灯。桌子下面也有两个插头，然后那个是网路线，就是要连有线网路的时候可以连那个，连到电脑这样。网路线就可以从这个洞咻出来，然后连到电脑。旁边有三个抽屉，然后可以放东西，这样子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因为我有些东西都已经收走了，所以现在就没有那么满。桌子的上面呢，有四个柜子，两个大柜子跟两个小柜子，可以放你想要放的东西。没错，这个冷气卡呢，要去存钱才可以吹冷气。好，然后这个。一进门有两个大柜子啊，我们好像都没有放东西，就大家可以放，两边都有。OK， 我现在要亲自的爬一个。从上面看下去的风景就长这样。心理床，好。徐七七的床，没有董子的董子床，那我的床，至于这个床的大小，来，你觉得呢？怎么这样？它就限量啊。我们没有尺，无法量。还是官网会有？可能要去官网看。但其实我当初也没有特别依照这个尺寸买，然后每个房间都有这个电扇。啊，之前洗过它，所以现在应该蛮干净的，但就是有点吵，是吧？对啊，很冷耶。有时候会有点冷，但我觉得头不要朝那边应该就还好，头朝那边就比较不会冷，如果你怕冷的话。好
的，现在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厕所啦。厕所呢，我们这边有三间浴室，因为刚刚说 C 区比较小，所以就三间浴室。然后这边有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四间、五间厕所，然后厕所也就是长这样朴实无华。啊，洗澡间呢？洗澡间来看一下。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那个莲蓬头，就它没有那个。不能拔下来，对，它不能拔下来，这样子很白，你就要身体一直转来转去，然后那边有架子。洗手台的部分呢也是朴实无华，然后还有洗手乳超贴心。浴室过来就是这叫什么晾衣墙，就是你可以洗衣服、洗衣服、晾衣服，上面晾衣服。这边就是洗衣机，洗衣机跟烘衣机啊，洗衣机要涨价了，一次20块。烘衣机的话，忘记涨多少钱，10块钱可以烘20分钟。好，大家，上面就是我们晒衣服的地方。对啊，很多人哦，常常都不收衣服啊，上面就没位置晒，导致我们要晾在房间。对，然后这边扫具们，没错，然后可以用这一根去晾衣服。哦，对，对，要用这一根去晾。这边就是。脱水机，朴实无华脱水机，还有这个，这边也有几个，对，也有几个洗手台。对啊，这边就会听到南树在讲话，超好笑。搞不好对面有人在偷看我们，没有人。真的不可能，早上还大太阳，结果回来就给我下雨呢。以上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宿舍开箱，其他的呢等你们进来住就会知道了。然后后面呢是一些我这一年来和室友们的小花絮。为什么拍欧趴糖一定要上床？为到底为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拍很久，但我觉得很熟悉，那我要怎么样？你靠墙一点好了。对对对。有差异，没事没事，下次见，嗨。讲英文呢，超猛。我们 A 文系九是不一样。A 文系九谁会长这样？好，最后这一段话呢，要送给这一年来陪伴我的三位超级好室友。在去年9月踏进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和你们的朝夕相处都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。虽然以后不能在一起睡觉还宵夜，但我还是会永远记得你们啊。